这个，正好等你啊。怎么样？没事。那给我看。你又不会看。 真的没事啊，你放心，如果有事我不会走的，你把他生下来，我去找份工作。谁要给你生？你走吧。那你等我，我出了师就回来，我去开间照相馆。 相机给我，包里那个。如果你回来，照片还在，你就推门进来。如果照片不在了，说明我跟别人好了，就走吧。你要跟别人好？谁知道呢？ 那要不要拥抱或者吻别什么？不要搞那矫情的，赶紧走吧。那人家电影里都这样。你赶紧走吧。那我走啊。 张一，你少抽点烟。张含笑，别被人骗了。张一，你别跟别人跑了。早点回来。好。
三月的烟雨飘摇的蓝方，你坐在